Friday。你帮他背锅，你还跟他那么麻吉啊？他现在是在帮别人送毒品，所以才那么多钱。老侯是被你栽赃的，对吧？朋友是这样当的吗？对不起有什么用？去跟你的表哥喝，我再跟你。你叫小侯？是，你好。你以后就带着他，如果没地方去，就来找杰哥。Friday.